欢女家 idol， 在历经成员穗珍退团后，时隔近半年，终于再次合体开唱，首度以五人的形式参与杜拜博览会 K-pop 演唱会。成员的歌曲段落与舞蹈在经过重新编排后，原本 part 较少的台湾成员舒华接下穗珍的部分，不管唱歌还是舞蹈实力都明显进步，令网友感到惊奇。接连带来多首热门歌曲，舒华负责补位，也将新的动线与段落杰出展现，演唱的稳定度与舞蹈动作都成长许多。见到他实力进步如此快速，许多粉丝相当感动又心疼，称赞表示舒华真的辛苦了，一定是很努力练习，真的表现很棒。